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今天来考广艺，是从小一直学，后面进了中专，然后就一直跳，不支持。家里比较喜欢我经商嘛，学文化分不走艺术类，阻碍了我很多，然后也耽误了我的时间。就是当时我拿到了附中通知书，也没有让我来读。后来考上了高中，就比较放松了，然后我就想，然后自己就叛逆，然后就自己办了那个高一退学，然后自己报了艺校，老师都反对，还要家长签字那种，然后我就代签了，直接资格办完了，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已经退了，然后我妈崩溃，真的崩溃，巴不得满手的东西离开那个学校，直接搬东西去艺校，买了好多好看的衣服，就是艺校生活，就是人生重生的感觉。因为我觉得我读高一的话，我可能走的这路不是喜欢的，估计今年也在复读，那还不如走他喜欢的跳舞，坚持自己的道路。因为只有自己走的路才是最好的，人家说的弯路都不是弯路，所有走的路都是人生必走的路，真的。我膝盖受伤过3次半月板，一个月都完全弯不了那个膝盖，上个厕所都很难，但还是坚持下来了。就他那勇气啊，我觉得平常人也没有那么大胆吧，不顾家里人反对，那么果断的退学。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就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就会造成一些遗憾。所以说找到了自己喜欢但又能坚持的事情，就一定要努力下去，坚持下去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